Kaku. Kau kau. What's the mama？ 金泰郎。原来是金泰郎的部分。今天我们要来深还原抖音上面热门的奶茶火锅。为了确保我们奶茶火锅是最好吃的呢，所以汤底我们要有像是冲泡奶茶第一名的立顿减糖奶茶。吃火锅也要少糖。对，介绍一下今天的料。大陆原版就是他们会甜的跟咸的全部一起加。那我们要先吃甜的再加咸的，比较合理吗？对，我们先来做汤底。那你要加多少水？你有算过吗？我先加个五包。五包要加1000cc 的水。对。它浮现了一个字。什么？汤。好，加水。哦，全加全加。不会按哦，要先切到加热了。坏掉了，没有，这个锅子可能不能用电磁炉。刚刚的锅子不能用，所以我们换了一个。那个锅子是特地为了这次拍摄买的，如果不能用，奶茶加牛奶感觉不好喝，哎，茶味会被盖掉吗？还好哎，你喝喝看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先加 Oreo， 因为大陆的奶茶火锅现在都会加 Oreo， 脏脏奶茶。不要倒吃啊！真的是 Oreo， 是盗版的。耶！它滚了，现在要干嘛？开始放料。啊！没棒啊！哎 ，Oreo 好嘞，我把它搅拌一下。经过搅拌以后，像一个吐司流一样，哎，感觉蛮好喝的。都是甜的东西，现在应该没什么违和感。这要喝太甜，甜。输了。没什么味，你知道大陆人他们都直接这样喝，这样会烫死吧？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到底是怎么直接喝的？我讲 Oreo 它泡在水里面加热之后变得没有甜味了，就是一个面粉。它的糖都到汤里了，不要害死我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剩下甜的料就先下下去，比如说芋头、红白小汤圆。呀，你吃了没？吃啊，珍珠蛮好吃的。不要加那个 Oreo 的话，一切都还蛮好的。汤圆可以吃了。我不相信有人愿意在中国花钱吃这种东西。哟，超红的，就他们只是去吃一个体验，不是去吃好吃的。所以我们一直煮一直煮，它水蒸发掉以后，应该会变红。我觉得很好吃。有这种饮料吗？汤圆奶茶？没有。吸管吸这个应该会被 gay 洗。就是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就是 Oreo， 他把汤头弄得很久，很恶心。好。重头戏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下咸的部分了。为了避免太恶心，我们吃不完的，所以我们一种只下一个。哼！哎呀！鳄鱼脚！呀！好卤味。Ski， 感觉可以吃了吧？那这样我们玩游戏，就是回答出对方出的问题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吃。我先问，我最想养什么？柯基。答对了。现在行政院长是谁？你怎么每次问这题啊？行政院长就换人啊。刚开始不就外面那一层汤会觉得甜甜的，但是吃到本质的时候，就像在吃火锅一样，没有什么恶心的部分。第二还要再继续来吗？我有很多这种问题。那算了，你吃。我来吃咕咕哦。哦，舔到它的时候就已经奶茶甜甜的味道，很入味，要超级不搭的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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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香菇，好恶哦！加一个什么贡丸啊，还是豆皮？豆皮好了。豆皮好像还可以哈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豆皮它就是很重力啊，它感觉当好人当坏人都很奇怪啊。甜的油条泡软的感觉，你也吃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它的汤头明明还好，但在吸到那个豆皮里面的时候就特别恶心。所以我们在帮大家看，如果以后台湾引进奶茶锅的话，什么料可以加，什么料不可以加。我想吃贡丸，因为我最爱吃贡丸了。
冰棍完没什么差，冰棍完只是外面那一层有点甜，然后它里面的肉汁就完全盖过去，就告诉你这不是奶茶火锅这样子。这个鱼饺也是异曲同工之妙，因为它的肉还是味道很重，所以结论就是要点明显味道的东西，不要点那种很中立的。好吃，这贡丸好好吃。这个贡丸是什么？海瑞。那这个豆腐不就死定了吗？不会变奶茶豆花。那我来煮一遍肉啊。我觉得这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肉变甜的，所以肉片是很中立的东西。加工食品都比较没有问题，圆形的食物就不太对。那豆腐呢？我来吃这个，就是豆花哎。我觉得芋头一定没问题啊。这集好像什么过年围炉特辑哦。哎，为什么都是我吃？因为你不知道行政院长是谁啊？那你知道总统是谁吗？我知道啦。芋头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它本来就适合甜的，也适合咸的。芋头我其实比较喜欢吃甜的。我也是，我觉得芋头米粉汤很好喝。今天的神还原奶茶锅体验成功。这样以后我如果去上海玩，我就应该就不会想要去体验，因为我已经体验过了。赚到了。大家如果无聊，然后爸爸妈妈刚好不在家的时候，可以做做看哦。小同学一起在家里煮。别忘记订阅我娃的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铃铛，可以追踪 IG 娃娃娃顾。拜拜。三号今天都没出场。对，他去煮火锅。哎，刚好是奶茶色，是烤烤色。他昨天去洗澡，今天才刚回来，香喷喷的。洗膏。